网络夯骗马来第一真美爆红。别再说安妞安妞哈塞哟，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。别再说康萨哈密达什么，我是马来西亚的杂波。是的，最近 YouTube 串起一个马来西亚的杂宝，就是朱爱，哎，甜美可爱，还神似台湾的女模柳寻爱。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去喜欢自己的粉丝。事实上呢，17岁一名四叶草的 Joyce 朱，经营她的 YouTube 频道也一年了，官方及非官方的脸书粉丝页已累积了，33万人按赞呢、青春正好的年纪，完美无敌的外形，使她在乡民之间默默传出了口碑，早已小有名气，更何况现在有高人的加持。是的，马来西亚创作人黄明志帮他量身打造了这首马来西亚的杂宝，上传 YouTube 6天点阅率破140多万人次，素人正式翻为红人。说到黄明志啊，还不能不提他闻名遐迩的杰作。他就是黄明志。虽然我是大马的不宅，去年他写了一首歌混合四国语言，拍了这支杂糅恐怖与爱情的悲喜剧 MV， 轰动华语歌坛，并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哦。MV 最后，他的梦中情人以男子气概的嗓音为他哭泣啊，呵呵，令人莞尔。但不免过度联想，简直像泰国情歌续集的马来西亚的杂宝。我只会按摩苹果娱乐 online， oh no， 报道。